第一只我跑过了，我好像没打过啊。啊，该不会是桥那边吧？诶，可以这样用哦。交换用，左右左右。桥的话，好像在这边。桥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找第一只好了，我的经验值就这样没了吗？刚刚跟 BOSS 打完经验值，有谁可以帮我解答一下？7000点呢、欸？我一直现在脑筋一直好想着那7000点，酷酷。嗯，这边好像没有下去过。差不多了。可恶，第一次打这么好，难过。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个东西。现在知道那只怎么打了，简单多了。哎、欸，是另外一种，不是他，看起来像屠杀者一样。哦呦，恐怖！死了。那两只大狼我还记得，啊，还有要坐电梯啦。哎，不用坐电梯啊，居然会狙狙，可恶，完全失算了。总觉得那个东，它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再来。OK， 再来一次。快！真的会忘记开枪哎、欸。
完全忘记这家伙左手还拿着枪。对啊，不用坐电梯啊，我等一下走过去。让他这么大在这边，啥都没有。就啥都没有。好吧。至少你的武器给我嘛。变成一个物件，哎呦。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从另外那边出去之后，在这边了。那边了，可怜的马，肥肥，先引肥肥过来，扔扔扔扔扔扔，没走，哎呀。乌鸦过，为什么不动？哎，按住！耶，枪真的好用。那善用它也是要靠一点技巧，近战有效。就这个，哎呀！
恭喜模式变了。